数学很难加数学太难等于很难太数难从哪下手难哦各位难加难等于难所以难的话就只能零因为只有零加零等于零吧好把所有的这里填进去接下来再看什么四位这里一二三四四位数加四位数等于五位数你想一下最大的两个四位数相加也是一万多一万多所以这个狠字就是一这算出来了就很简单了那么这里就像你是十这个十怎么得来的两种情况一个是数加数得到十第二个是数加数加上进位得到十那么进位有可能吗没有数加数是两个相同的数两个相同的数相加如果要加进位那么它们相加就等于九那么有可能等于九吗不可能所以数加数就直接等于十那么数就是五数是五看一下我们填完这里是五哦这个横也算出来的一那么呢还要老师讲吗